然后对，现在的话咱们怎么打啊？把一块砖竖着，然后这样竖着，如果要竖着打的话，就是难度要大一点，要大很多。我没法做到放一半，但是能七分是没有问题的。我们试一下啊。再加一个核桃的话啊，这个时候的话，速度的话是非常重要的，而且的话，尽量是留七分，放三分。为什么？就是杯子，像这个杯子的话，就是那个发力的时候力更大一点。然后发力要注意什么呢？要尽量力下沉。来，帮我点个赞。大了吧，大家猜一猜这个怎么打的？